小米手环七 Pro， 啊，这款手环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好看啊。好看吗？然后呢，它有金属质感的中框，而且呢，方形的表盘，它的显示面积加大了87.7%。有这么大的显示面积以后呢，它有超过100款的时尚表盘。这个表盘设计呢，我们的团队也下了很大的功夫，做得非常的时尚，而且还专门设计了5颜6色的腕带。最最重要的是支持了快拆的结构，很容易拆装，所以特别推荐大家呢可以买一套颜色啊，回家每天搭衣服用的啊。这一次呢，我们的设计师啊还特别做了2种混搭的颜色，特别好看，一个叫梵高绿，一个叫莫奈灰，我戴的这个叫是梵高绿，好看吧？好。这一款手环的话呢，支持117种运动模式，内置了10种运动课程，还有运动健康的心率检测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功能都特别强啊。我就不念了，特别强啊。我就特别介绍几个功能。第一个 ，GPS 独立的卫星定位，因为大家跑步啊不喜欢带手机，然后呢，这样你的手环上就有 GPS。就能完整的记录啊整个路线，所以这个功能也是啊用户呼声特别大的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带 NFC， 啊公交车是吧，门卡什么什么地铁，所以 NFC 功能也是内置的。还有一个功能啊叫息频显示，有的人就喜欢哎它的表永远亮着，所以呢加了息频显示。不过这里我提醒大家，加了息频显示，你的续航可能会差不少啊，差不少。当然跟手表比的话，它至少能亮3天没问题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功能的话呢，也有很多人特别的喜欢，好，像这么好看、功能又非常强大的手环七 Pro， 那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总结，这些功能。正常呢它续航12天啊，正常续航12天啊，功能都特别特别的强大。像这么一款手环的话，那个我们定价呢399啊，首发价379啊，首发价379，所以欢迎大家冲首发啊。好，今天的新品发布会呢到这里就快结束了啊，我们讲一下销售信息。